男生视频减速带，盆底男生最爱看的视频，因为男生爱看的视频是这种，真正让男生上瘾的，原来是这些。第一个，奥德彪拉橡胶。每当这个 BGM 响起，我就知道非洲的老表奥德彪又去拉香蕉了。他骑着一辆28大杠，哪怕全车上下载着500斤的非洲大香蕉，他还是敢在湿滑的非洲山路上飙出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。第二个，留言终结者，据说有人将手伸进了高温的铅水中，却没有受伤，并且这个大叔还直接徒手斩断了铁水，却一点事儿都没有。留言组为了找出问题答案，下面他们打算融化一些铅块来试试一下。三个，集装箱寻宝，这个男人居然花了10000美元拍下了一个丢在海关上半年无人认领的集装箱，他坚定地相信他自己一定能够赚钱。打开集装箱门后，众人全都惊呆了眼。第四个，断刀大赛，这是断刀大赛最难把握的材料之一，噩梦弹簧钢，曾有无数选手以此为材料将大赛冠军 PK 下来。第五个，修牛蹄修驴蹄，修蹄师傅说这只牛蹄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直接打磨后的牛蹄上有那么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伤口，修蹄师傅每刮一刀伤口就往外面流着脓水，有一种痛叫做你看着痛但是却非常的解压。还有赶海、野外求生、旧物翻新、清洗地毯，以及学姐不正经小知识。那么你还喜欢看什么视频呢？我是不正经学姐，不懂的实在是太多了。